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游戏是空洞骑士，然后上次打赢那个谁来着？前两这一招可以冲刺吗？那今天可能就到处晃一晃吧。啊，我有开那个攻略的地图哦，所以应该比较不会迷路吗？那我现在应该是在什么？这是屋还是鸟啊？欸，我怎么一直走进去？什么恩之湖？是我开地图就有。那到底是屋还是鸟？好吧，因为这边没有那个鹿角虫。鹿角虫应该是紫色点吗？地图上有，那个我右边那个紫色的那个标示，然后要怎么飞回去？飞不回去哦，还是我不够前面，飞不回去就好笑了。应该是要跳这边再飞吗？钱，我掉下去了，还要捡吗？在左边不知道有没有东西，好烦哦，掉下去会扣血啊！哦，这是我打败他的地方。哎啊，这边回不去了，要走下面吗？不能往上冲，只能左右冲，可以平地冲哦。好，这边跳下去的话，再跳一次。就不下去了。我记得前面有一个椅子，我踩一下椅子好了。还是要回村庄，现在应该也没有新东西可以买。我到下面的左边那里看看。跳过，啊！炸了！可恶！看一下哦，左边嘛，左边现在应该可以过了吧？还是我还要什么招式才能过？或是现在去了根本没用？好可怕，要不要去啊？我想想，那个小地图那边是说去右下角啦，还是左边就先算了？那只虫在那边飘，看起来很讨厌。然后我去右边哦，这是不是有一只虫？没有，检查。啊，这要干嘛？那我是怎么过来的？我想一下，我怎么过来的？上面，这里有一条小路。因为我不好没有获得新的装饰品还是什么，好，没有，那就这么吓人。
没有新的。咦，复仇之魂。哦，那个不是波动拳，叫复仇之魂。波动拳有版权，哇、哦，忘记这一支了。怎么到处都有？有小弟的。各种死掉欸，我先找个板凳好了，板凳嘛，椅子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太过分了，我死了怎么办？先回去找那个椅子嘛。可是下面好像也有椅子欸。嗯啊，好啦，通通看嘛，顶多死掉啊。不要再说，这边，一个被骗，我谁想要补个血就死掉了，啊，好远哦，我要不要从另外一边走过来，会不会比较好走？从一万十字路那边走，好，从那边走好了。哎，我带我回家。还是那边也没有比较好走。真的是，早知道刚才就回家了。对啊，我要去那个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比走路快。喂，你是谁？塞勒玛。提索。怎么多了这家伙？怎么多来的？啊！我会。会冲刺好像还比较可怕，之前用跳我不觉得，一冲一下突然有一只怪在你前面，之前慢慢走来得及反应，跟走会不会比较好走啊？其实差不多，过跳过，这真的比较好打啊！才说比较好打就掉下去了。可是这边就故意设计好，让你不会被他炸到。所以会觉得一开始比较好打这样，在这边坐个椅子好了。我左边有一段都没有走，直接跳过，现在应该可以飞过去了，可以耶。我先去捡尸体嘛。这段路应该就捷径吧。嗯，但是我没有要过去那里。
压死，压死没有钱哦。可恶，压死居然没有送钱。哎，呵呵呵，忘记这边长什么样子了。哎呀，下面还有东西，这是什么？那我怎么过不来？这有什么毛病？没有防护罩吗？哦，那个是原本那个卖地图那家伙。然后要怎么回去？那是不是有一个踩的？奇怪，哎，为什么？之前有那么惨吗？好像没有比较好走欸。欸，有陷阱，这两个冲刺的啊，我上次是把他们两个压死了，不敢下去了。哇，同归于尽。他是会回头再冲过来。我快死了，这边没有比较好走呢。哎，过分了。是不要乱冲好了，按错，才想说不要乱冲，一个按错，哦，我的尸体在这边，不够补血，还是我先去踩一下那个。去踩一下椅子，这边应该有个椅子吧？我在写下去捡我的灵魂。我在这边，地图已更新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啊，死掉了。那有100多块，还是捡一下好了。好，这自己的灵魂也要放波动拳。我小虫还躲一只。好，我要去踩椅子，不要管这些。哦，终于，这边弄多久？还是不要乱冲刺好了。你等一下，上面是不是有个温泉啊？我回去看一下。还是那是村庄，反正有一个标示就对了。我啊，再踩个椅子，钱也没捡到。我在这个地方死几次了。傻眼，怎么到处都是陷阱？
我只是想去泡个温泉啊，这么难吗？还是那根本不是温泉啊？这东西会一直回复我，不知道它的回复条件是什么。好，应该是这里吧。看看这个标记是什么？不是温泉吗？是 BOSS 的。要打吗？聆听哦。猎人。他给我什么？猎人日志，按下配的猎人日志在哪里啊？就这个吗？哦，哇！反击银之王是不是应该先拿这个才会记录？也不对啊，我有的没打过他也开了吗？所以那个反击银之王还要打就对了，要打两只才会开阴影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阴影没有解锁全破的，就都不死掉这样。好，这边就拿道具哦，应该没什么用吧？无剑，还是有奖杯之类的。欸，他没有回复。这边有钱，好，我有钱，那打了两滴血，好像不太划算。结果等一下又掉湖里面了。哦，又有椅子可以补血。我在这边到底用了多少时间？地图已更新，然后应该是我看一下哦，欸，它图也是截一半而已，瞧一下位置，好吧，有瞧跟没瞧差不多。这是什么？这只很小，哇，我打不到它，可以，我可以打到。新日志更新，那更新是怎样？是这只吗？吐出坚硬的刺球，反正还是没更新呢。诶，地图哦，我有的地图是这几个，没了。接骨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增强。比城市文章，城市文章是干嘛用的？对面有突袭，还是什么钥匙？好，不管了。哦，这边这种这么多，算了，打不到。应该不至于要我放一发波动拳去打他吧？哇，这里这么暗。哦。哎，碰到他也扣血，他有没有什么物品是碰到怪不会扣血的？
会不会也有运字吧？哦，到了。结果其实并不是要走这里，太黑了吧？开个灯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里真的要进来吗？拜托开个灯。你怎么知道怎么跳？哦，这里有刺。算了，我觉得这应该需要道具，什么灯之类的。你这样要玩死谁啊？哦，所以不是这里哦，十之庇护。还是我偷看一下，他有没有写？哦，上次那只叫大黄蜂啊，完全没有记他的名字。十之庇护，哦，不是这里哦。好，那就继续往下。哇哇哇，有刺哎、欸，差点又踩下去。可以不要放那么多刺吗？那个十字庇护后面不知道有什么，先不要管它了。嗯，好像那上面有什么？太好奇了，先来看一下。还是这边还先不用管它，那就先不要管它了。这好像也没有规定要先解哪里啊，想解哪里就解哪里这样。但是应该有一些比较顺的解法之类的。哇，这个会不会一直扣血啊？没有扣任何东西吗？物资峡谷。嗯，哦，这只是路过，那我要去哪里？真俊荒地，看看哦，这边只是单纯路过啊。还有什么教师档案馆？椅子好远，踩不到。它也没有那个鹿角虫，那就。往下咯，充满植物的山丘。好吧，那我就往下了。哇，没有地图，我要不要先去找一下地图啊？没有地图很痛苦欸。左边往上看看，真过不去。剑水母，大的剑水母。呜呜呜，爆炸！是炸弹水母吧？我走右边。我，应该不会炸到我吧？不要管他。他应该不会来咬我。爆炸！哇！哎、欸，他追踪了。哇！他会往我方向，我的方向弹。所以打完他还要闪，我以为他是撞过去撞到就爆掉，没想到，哇，他追，真的是追踪的，他在跟你开玩笑了。所以大水母不要打，是不是？没有地图啊，我等一下死掉也不知道死在哪里耶。哦，小水母可以打，大水母就让它飘吧，应该这样比较安全吧。我不是很确定啊，但是我决定这样做了。欸，哇，我的 OBS 是不是要断了？哦不，看他那个上传剩下一点点，有断吗？有断吗？好像又回来了，好，没事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边也不能过啊，所以我连开地图都不行吗？坐机车，
连地府都不能开的话，那就一路往下喽。这个我也会死掉哎、欸。那回来的话，往上也是很难哎、欸。这小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点，就留一个河在那边。可是这个是让我补血用的，回气补血。哦，有了。这是什么？有一个商店。哦，马库拉菲奈多。银行家，存钱的哦。哦，我可以存钱了。开户啊。开户要先扣100块。Destio, Gio。存入。最大4000。欸，他只能存50的倍数。好、哦，他领钱一定要来这里吗？好吧，19块，死掉比较不心疼。我又无敌了的。嗯，用 POE 刚升级，然后就不怕死了。好，这个是银行家，然后这边是王后驿站哦，另外一个区域了。然后还要去什么真郡荒地？真郡荒地怎么走？人家说进入真郡荒地没有？这里只有一小块啊。那这里应该有个鹿角。鹿角来了没？鹿角，哇，在这吗？一直摔到这下面，有个椅子加鹿角，哇，120没钱，去领钱。等一下，我刚存进去了就要领钱，认真。好，开一下比较方便，但是我跳不上去怎么办？早知道不要存钱了。欸，还是这里就可以领钱？不是，这不是领钱的。好吧，一只奇怪的虫。我要跳上去领钱，怎么跳？跳不上去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？欸，还有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但是右边的开关我现在开不到。没到最上面吗？然后走回去领钱。哇，我只能领150，刚才存进去了，又再领出来。还是我杀一只水母、欸？水母没有钱哦，真的假的？现在才发现，水母不会掉钱哦。好，我来领钱了，不好意思，那还是误会一场。存进去要领出来，到底在干嘛？只有卡拉拉。误会一场，多花100块开户。这个不知道原本的村庄会不会有一个银行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有点头痛。哦，鹿角驿站。开了开了开了。嗯。完了。我先回去看看有没有银行。有的话就方便一点，没有的话就非常麻烦啦、啊、存钱要跑到那里去，太不科学了。
拜托开一家银行给我。这要求好像有点过分。然后你有银行的吗？啊，存钱都要去那哦，这样很不方便呢。还没有整合一下，没有，呵呵，啊，这样也太不方便了吧。不晓得以后会不会有方便一点的选项。每次存钱都要去那里一趟，那也要钱够多啊。太少的话，我可能也不存了吧。皇后驿站。要去真郡荒地哦，现在还是没有地图，继续偷看网络上找的小地图。等下是不是要去什么螳螂村啊？还是是要去别的地方？希望学东西不要花钱，不然就哇，这过不去啊！哎，这样我怎么出去？这里也卡着，还是要上面跳。哇！还没有地图哎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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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下，蛮多钱的哦。欸，我把什么东西打下去啊？好，希望没问题。敌人都会飞啊，下面怎么会跳下去啊？看一下，我要地图，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卖地图的人的。欸，没有欸。哇，欸，这个没有地图探索欸，难度太高了吧。这个会弹回音，我怎么弹上去？弹不上去吗？狙狙，欸，有地图，在想说地图的在哪，不够钱，等等哦，我去找一些钱来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一些钱钱。你那边有分钱哦。他没有分钱吗？拿不到。有啊，掉两个，一块钱而已。要75哎，去打大只的。哦，我把那个牌子打掉而已。大只好像在这，欸，他没有重生。在哪里可以赚钱？这一只两块太少了，哦，大只的，哈哈哈哈，再过来，还是我先把小只的打掉，危险，太高了，打不到啦，哈哈哈哈。啊，钱都跳掉
要75块。大一点，这个会爆炸。欸，跟之前的爆炸有一样吗？我觉得长得不太像。哦，好，应该有一样。太高了，打不到。还是这么远，他也打不到我。拿下来。哦，75了。刚才那个地方在哪里？是下面。地图，地图。Good order, Zono。哦，地图了。哇，它有点杂音，就是我的截取有过热了。调一下电风扇吧。这样我的麦克风到底有没有收到电风扇的声音啊？这个目前没办法跳，所以应该不是要走这。哇，有地图了，真好。等一下，他的小地图没有把那只标出来哦。好哦。哇，有没有人整理所有那个卖地图的地方？他大致的没有复活了。大致的这么宝贵吗？就不复活了。叫我往回走欸。欸，上面是往遗忘的十字路。这个路标为什么叫我往回走？哇，会追踪欸，会爆炸欸。没有路欸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要死掉了。只有3块钱。要往上没错。可是我现在也上，欸，这边有路。新的怪。两块。好穷的怪。过不去。所以不是走这边吗？那我要怎么过去？这个好像是钱欸。现在又有钱了，又不能乱死掉。我左边有，右边有路，已经左右不分了。我右边有路，这边是不是一只 boss 啊？哇！要打吗？我想一下。哇！还是可以跳过去啊。要打吗？小怪而已，小怪就不打了。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这里明明什么都没有啊。欸，小蘑菇。
这也是密道是不是？开机关，然后这里就开了。哦，大蘑菇，打他吗？哦，没事。这只是真的大蘑菇。火光什么东西？七下。哇！不行。哦，好远哦，我在哪里复活啊？家里哦，哇，这个痛苦啊，好远呢。那附近都没有什么椅子之类的可以坐吗？没有哎，嗯，好吧，没办法。你那附近最近的可能是那个鹿角虫的椅子。哇，这个设计不太行了，我觉得。好，有两只蘑菇要打，这个椅子坐一下好了，少过一段路。还是要往上跳。很麻烦呢，这个设计。那至少在往返前面放一张椅子啊，现在不用走那么远。哎呦喂，想赶路，这边要下去。哦。浪费血量，哎、欸，这样都炸到，需要一些怪物补血吗？这可能要一次跳过，跳太多次的话会被打。哦，我少一滴血，嗯，我有走错路吗？诶，上面可以走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上面就是这里。我去右边看一下。右边应该也没东西。啊，头痛。啊，右边是我开那个机关的地方。26块，我真的不能打他。哦，剩一只了，舒服多了。哦，这个应该要拼速度比较好吗？我不是很确定。附属草，多一个草吗？还是怎样？但是我没有东西可以装。哦，多个格子，但是没办法装东西。那我赢了，总之还是打赢了。然后我去找一下椅子好不好？上面好像有一个椅子。哎、欸，
哦，被那个卡住啊，还是我直接冲刺会好一点，可以平地冲。诶，这要上去没错吗？可是这边我不知道冲冲看上得去吗？我们跳就好，差不多到了，到了，到刚刚好的高度。这里应该是补血的了吗？休息。地图已更新，然后还有一只奇怪的虫，石腿者，吉欧86，给他嘛。还要？哦，我看他只是，易碎心脏，什么意思啊？易碎贪婪，易碎贪婪是掉的钱更多吗？250，易碎力量，加个易碎是什么意思啊？很容易碎掉啊，加血量。加掉了钱吗？不知道。加攻击力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我的钱，他不会每次都要收钱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好没有没有那么过分。好，那就啊，但我要不要存钱一次把它买完啊？那今天就存钱了吗？这样要多少啊？这样是1200，好，存1200。那我的凹槽也不够啊，有一个要换掉，灵魂捕手，还是以后再说。虽然我觉得加钱的那个好像不错。我是走反了。可是我想先上去看看有没有比较好走的路欸，遗忘十字路嘛，完了，可以最过分，那在正上方给你放一只这个，超过分的，哎呀，我们下还来哦，这总是一次不够，还来第二次。也是会一直冲吗？还来？我再上去了，不行，我上不去。右边不好，没有路。有，这里有路。What？ 每个上面都放一只，这个是怎样？哇！我掉去哪里？呵呵呵，哎，我滑下去都没有踩到任何一个点，太衰了吧！就这样一路滑到底，这次不要管他了。哦，我回来了，这应该有路回去吧？诶，所以我买东西走这里哦。先研究一下路，遗忘十字路，这样有比较好走吗？就跳过去这边，好哦。可是不太对啊，我觉得我把两个地方搞混了哦，是最底下，跳过去的好像是另外一个地方。鹿角虫在右边也是很远，好吧，
有两个这种跳的啊，下面的这个，我像从上面往下应该比较容易吧？还是并没有，一路摔到底，顶多扣一滴血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掉到池子里面扣一滴血。好，这个是椅子齁，不用过去了。那就往下，左边还有路欸。来都来了，去看一下。能过吗？哇，这个应该目前过不去哦。对，那可能要到水里面有不扣血的这种东西吗？好吧，我不知道。哇，要走上面还是走下面？啊，会跳。这个钱多不多啊？七块、八块，哼，好像不太划算。这只才六块，我应该是要去那个什么螳螂村嘛。对，我走错路啊，我现在要去左边，我走右边。来都来了，看一下有什么。检查铭记长老干嘛用的？不知道干嘛用的，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。不会在这里又放了一只 BOSS 吧？声音，好吧，不管他。翻一下地图，我还有一点距离耶。那这边又是没有那个成长点，万一这个坛子在，哇，送过去。欸，我上不去，这样怎么玩？欸，不是，还是很那我怎么弹上去啊？玩一玩一玩一，我刚才怎么弹上去了？会弹比较高的，是我不知道怎么弹的。啊，烦哦！看一下攻略有没有讲。根据荒地获得能力螳螂爪，螳螂爪应该在什么螳螂村吧？还是并不是这里。
我看我卡在哪里，还蛮前面的嘿。下面那个村子不知道怎么下去，还是有别的路？我该不会连走回去都走不回去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不行。我以为可以这样一直冲过去。欸，可以耶。这最后一个不知道怎么跳上去。哇，那个弹的。这到底是怎样弹法？踩到中间，应该是要踩到中间这个。哎，我怎么上去的？哈哈哈哈哈！飞半天，你跟我讲不用这样飞吗？想这样就跳上来了，还是这条路上不去，一定要从那边飞。怎么让它弹高一点啊？那应该有方法可以弹高一点吧。哦，往下砍啊！哦，啊呜！哦，所以我其实不用绕一圈欸，我可以从左边弹上来啊！哦，我终于会玩蘑菇了，原来是要往下打。哦，又爆了。我会爆一次哦，趁这个时间补个血。我终于会玩蘑菇了，原来是要打他。哦，这里应该有个村庄，大黄蜂哎，终于想起来他的名字了，明明很好记。哇，为什么你会飞过去？超不公平的。朝圣者之路，好的，所以现在意思就是我过不去就对了。先去那个螳螂村。哇，我下面会好一点吗？没有好一点，会炸。哦，我没事。等一下，是这边没错吧？看看哦，有没有搞错？对，可是它好像有两条路啊，左边有一条，左边的会不会比较好走？我去看一下，还是左边那条路根本不对？哇，左边上不去啊！他目前一定要你走右边就对了，那看起来就是要爬墙上去哦。我还不会爬墙，我爬，要跳上去。新的怪。我存个气用波动拳打好了。OK。
again， 偷懒打法。跳下去吗？欸，这边还有地图，傻眼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现在在这边，跟我想的地点完全不一样？我是不是走太过来了？欸？看着地图不知道怎么走，所以我应该是要继续往右，再往下。好，刚才认错地方。哇塞，我死了，好远呢，认真。哦，好远啊！哦，要修这样。我，哦，这个螳螂可能跳过去比较打比较好吗？好远啊！好远啊！途中都没有什么椅子可以坐了，我完全忘记这边要怎么走了。哇！哎，欸，他不一定跳，他会用滚的。哦，我觉得我撑不到那么远，回个血。这边是那个，哦，会爆炸的，对对，嗯，这边有什么东西啊？忘记了，就一直震，不知道有什么。欸，中间有一只，欸，要打啊！但这边没有存档点，一点都不想打。这里我会跳了。拿个钱吗？会跳完就拿不到钱，看不到路，不知道路线。差一点点，他要往我们这边弹吗？我看掉到上面，哎呀，他一定要弹上去才能往下打，又差一点。他故意的哦。还是算了。为了多一点钱，要不要弄半天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技术不好，拿不到。哎，欸，哎，欸，我真的回得去吗？超怀疑的。这边就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存档点了。不要打好了，可是不打又不能回血，打香菇补血吗？都没有钱了。这该不会是大香菇吧？还是那是那两只的尸体？好，没事。这边好像要往左边走，对不对？不是欸，欸，这要往哪里走？哦，
是这。那我如果往左边的话，是不是接那个王后一张，会不会比较近？哎，对，王后一张是不是比较近一点？之前是不知道可以这样弹啊，还是他有一个机关要开？没有开的话过不去之类的。弹上来，看有没有比较好走的路。感觉应该这边会封起来之类的，让你没有那么好走。还是我想太多了？它非常好走，这样。我好想太多了，它好好走。有个机关啊，我。所以如果没有走上面这边过啊，会被卡住。应该是这样设计啊。好。这里也上不去啊。没路啊！哦，这里就卖地图的那里吗？他有留一个纸条吗？没有。Chocolate, get this。嗯。那留纸条的条件是什么？完全不晓得。那我去王后一站看看吧，顺便在椅子存个档。等一下还要捡尸体耶，好麻烦哦。这边目前过不去，哦，存个档哦，还要捡尸体，真是。这个路线真的设计得很可恶，那不能在容易死掉前面放个存档的吗？我要跳很久欸，还是本来就故意这样设计？这个用砍的，不然我如果早就知道，应该也是过不去啊。那个有机关卡住，可是要绕那么大一圈，欸，要往哪里走啊？应该不是要走上面吧？哦，这个会被这个机关卡住。那个蘑菇要不要打一下？我就要这样跳过去，忘记了，才刚跳完没多久，我就忘记要怎么跳了。那这游戏的温泉是不是有点少啊？我玩到现在才遇到一个稀有的温泉的。这边要爬上去，目前没办法。还是有什么特殊方法可以直接上去的？啊，要跳水里了，像被那个炸弹炸上去之类的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我这里本来怎么过的？哇，哦，不是吧？这还有螳螂哎，欸！哈哈，嗯，就跳过了，不打了。我的灵魂，
那西罗他妈西，可以，好，很开心。为什么在那么奇怪的地方？哦，我是被这只砍死的，还是我直接往下？这只好像不用打，再见，拜拜了你。哦，好像有两只鸟。这也太爽了，好，螳螂又跳过不打检查，不知道是在怎样呛玩家用的。我在想我要不要先去把那250的买起来，可是买了的话好像现在也开不了，对不对？我的格子不够，还要拆掉一个东西。哇！他都不打我，这么好，人好好。下，说好的下呢？骗人！我疼了，我疼了，到了吗？一次，哦，这为什么是在结束之后才给个椅子？过分，不是应该在一开始给吗？或是两个都放椅子？哎，然后蹲在上面嘞。怎么样？走错地方了。下面有东西，我要下去啊。我回头好了。有一只奇怪的虫子。我掉在下面了，要回头。这个路不要骗人啊！不那么下面。好。我要放一只螳螂欸，超过分了，这个怎么办？弹上去，这是钱哦。我把波浪全放掉。这也要放一只螳螂，好吧，有钱，打才发现有钱，难怪防守的这么严密。250了，我要去干嘛来着？去买那个装饰品的吗？这是不要骗人嘛！我弹不上去。哦。这只鸟有点过分。哎，我怎么弹上去的？哇，哦，好难哦，那个目标谁放的？开始的目标，
对手残党太不友善了。他有时候往下砍没砍到。哇！哇！不会是螳螂村？在门口放一只螳螂，哦，应该进来了吧？还有危险吗？等一下这边死掉。啊，又有敌人哦！为什么你们村子里面有敌人？还是这是敌人的村庄？上面还有螳螂窝，我要找谁学啊？等等，这边不太对劲啊！我不是去螳螂村学东西哦，应该没搞错。Hello， 你好，再见。这都是回血用的。这只是要打哦，这个东西卡住它，太爽了。还是我要跳到它背后，正确打法不知道是怎样。是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快来！来，哇，他不过来，哎、欸，他不来了，说好了不过来，那个东西卡住，我不知道怎么打。是有东西可以卡就卡一下嘛，还要跳上面哦，感觉就很麻烦呢。上面还有哎，我从这里可以从头上跳过去吗？不行，我还有机关，可以把它引下来吗？作弊打法，我300块，好想去买东西。哦，跳不上去。我重来。这不是武器用的吗？居然被他偷袭。这个钱，等一下再看看怎么弄好了。哇，这要飞过去，应该要跳一下再飞嘛。OK 的，等一下，我那个开关我开了，要先去开开关才过来。我那边有一个亮亮的，应该是我的技能哦。哦，终于，我到了。螳螂爪，跳滑动时再跳跃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滑动时跳跃，三角跳啊？哦耶！
能滑一次哦，可以两次啊，滑得也很快呢。因为我想要慢慢滑，但是有墙壁可以一直爬，好吧，还不错。下滑速度有点快啊，是我需要一直按那个方向键吗？好像不用，可是不按方向键会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好吧，熟悉一下。上面有路，这边有钱，看到钱先捡一下。这边应该没什么危险的吧？还是不好说。哦，刺刺的，这边应该是可以过啦，但是我不会过哎、欸，先放着好了。这里是哪里？我要去哪里？我偷看一下。拿到螳螂爪可以回物资峡谷，拿嚎叫幽灵。那我先想办法回家好了，问题也好多。对，乱跳。这里吧，下面不知道有什么、啊，先不逛。那这里就是这里哦，好哦。我想爬墙壁耶，我不想跳这个。哦，爆炸！吓一跳。跳过它，这有没有什么回程卷轴？直接飞回村庄啊？不然要在这边走有点麻烦。虽然我现在会爬墙了，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我去看一下啊。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毛毛虫，捡不到了。现在不知道捡不捡得到。直接爬上来。这里有什么吗？钱。我不想弹哦，这个好弹哦，好毛毛虫。要给他一个波动拳算了，这么弹。哦，毛毛虫。还是用飞的好。可以走这里吗？还是这里我之前就走过了？我本来就是要走这里。
哦，没事，跟你谈的，爬墙壁比较快啊，在那边谈，他走了吗？走了。那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如果你逛半天都没有找他的话，可以直接买？地图完成度多少趴之后直接买，不用给钱之类的？还是我想太多了？好，顺便去开一下那个机关，还是那个机关现在也开不了。先去查一下，然后我要存到1000的吗？还是直接买那个250的，赚钱比较快？还是要买攻击力啊？600又不够钱。这个，一刺到就死哦，这么邪恶？那这要怎么过？不用飞的，那吃到就死欸。欸，那不是现在要过来的地方。好难哦。等一下，这地方对我来说有点难欸。先去踩个椅子。还是还需要有什么东西会比较好走？没有说先解这营吗？先跳过好不好？好，我决定先跳过了，先回那个，显得有点心虚啊。不知峡谷长满植物的山丘，哪里比较近啊？不知峡谷，对。还是我先去买个东西。等等，偷点手游。我去买个东西，买那个250的，赚钱比较快一点。还不知道是不是加一块钱，如果是加一块钱就没什么用。记得是在下面那里吗？好远啊！一路摔到底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这里啊！糟糕，太久没来了，连路都不认识了。不是才过几天吗？一路摔下去嘛，哎，不能这样摔啊！这下面应该没有水吧？没有下。你可以从边边滑下去，然后这边还要往右边下去。我先去买东西啊，这边有一个温泉。是哦，对，从上面，这奇怪，哪里去了？好，没事，突然找不到路而已，没什么事。然后直往下，那就是掉到温泉里面。哦，对，哦，买个东西跑那么远，交出你的钱钱？哎，不对，是我要交出钱。
我先买易碎贪婪好了，然后950，这个血，然后怎么回去？走左边会不会比较好？这连回去都好麻烦哦。应该走往上爬不会比较好走啊，还是不好说。我要走左边吗？这蘑菇应该没有复活。哎呦喂！可是我要找个椅子改一下易碎贪婪。哦，它变一只，攻击模式好像改了。复一下。可是它的攻击模式就本来就这样。一只比较好打，45块。这样的话好像锤子的会不会好打一点？好吧，我要哪个比较好打？但是都是蛮多钱的。你们钱太少了，好，嫌人家钱太少。回到驿站了，然后要去迷雾峡谷哦，哦，物资峡谷，从下面上去应该不会比较好走啊，还是不好说。我觉得都很远呢，我仔细确认一下地图，他要去那个长满植物的山丘。如果从下面爬上去应该会吐血吧。那又要从苍绿之境绕一圈吗？哦，这游戏好难啊，我要绕一圈。我看一下这边的船点有没有比较近，好像没有。哇，这个很麻烦啊。我去把我的位置换掉吗？还是集魂能力变低一点没差？猜哪个灵魂捕手？易碎贪婪，插草倒掉了，没有办法嘞，还是这个不要吗？这样我就找不到我的位置了。那干喝，需要再一个插草。好吧，先这样试试看。为了钱不要灵魂呢？那到底多少钱呢？找一只小怪试试看。这个本来一只2块，哎呦，多1块钱呢，好棒啊！好像没什么用哎。那45块的哪里有？我去打一只45的。右边有一只吗？哦，这只
一定要等一下，是不是故意的？我从哪边出现，他都在下面等我。我去打一只45块的，看会不会变46块。如果是46块，我就把它拆掉了。没到，没到。这好像多一块嘛，本来3块钱。哎，再多5块。看一下是不是多1块钱哦？是的话就其实不用买耶，还是到百分比了。Hello。打忘记了，打不用跳啊！好忙哦，54块多9块，9块是多少？1/5，大概多20%的钱，不是很确定。嗯，所以我今天就刷了2000块，这个主意怎样？我看他有没有复活。是不是破2张地图就复活，还是他是靠时间复活？我现在只要950啊，哇，没有了。他如果是要采那个什么，采椅子复活的话，这次有点麻烦。但好像下面那只比较好刷，我去下面那里刷。记得下面那里有一个很近的游椅子。好吧，今天剩下的时间就刷钱了。嗯，没到，看能不能刷到950啊。我觉得可以刷到几率不太大嘞。我坐到那个虫子的身上，再往下，这里，哎，他怎么在这？他为什么在这？还是随机会刷村庄的小伙伴。娘，一路滑下去，这个比较快啊，然后差不多吧。Hello。这怎么那么厉害？哦，好痛哦！奇怪，之前还没有冲刺的时候闪得好好的。54块啊，多9块钱。刷几场啊？好像很久呢。真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快刷钱的方法。比如说有什么黄金史莱姆之类的。
开支很多钱。还是根本没有这种事。哦，我又来了。好，好，哈哈，锤的好准啊！哎、欸，更强了。这有没有敌人死太多次会变强的设定？都死掉了。怎样？互不破碎吗？真的假的？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。变好强哦！还是是我变弱了？都不太怕他站太近这样。之前都好好的找那个最远的距离这样。好，之前是等他打完才打，现在是先打他，没有我的灵魂。我之前应该等他打完才打，现在先打他了。直接先打他才打，顺序不太对。日志更新，日志在哪里？这只叫什么？乌马？不是它。这只吧，躯壳守卫，好吧，没什么用的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离开再回来就复活？一定要跑去做椅子吗？有点懒惰，我看一下这样行不行？不行，还要去踩个椅子。哦，950的话在十场吧，是吧？一场50几，54，950刚好十场，小怪不算，小怪就路过就打一下嘛。是我可以放一下波动拳，省一下时间。OK， 哇，这样有省到时间吗？好像可以放三发。哎呦，也比较快，但是前面少了，为什么？44块。这里还有一块，45块。咦、欸？为什么？他怎么拆掉了？无法装备。啊！要这样的哦。等一下，我花250，死掉会爆炸是不是？现在要怎么修？哦，好邪恶哦，这东西！这样子又要多打几场这样？啊！才用没多久，250块就没了。我刚才死掉的时候，好像有跳什么护符破裂。所以易碎系列都会坏掉，是不是？他还要十场没有950哎，还是我抽1000块看能不能修复？今天应该打不到啊，我再打一场就收台了。嗯，
但是资讯懂吗？这样会不会有点过分？还是先放着？哦，我无法打到反方向。好吧，睡掉了。伤脑筋。再弄一场好了。550。他一个，我应该用那个加工吉利的吗？还是我凑600块就好了？血量跟攻击力不用来的比较重要。可是易碎，它碎掉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修，还是就要买一个新的？那是不是多存一点钱再过去比较好？哇，被锤到了！哎，很烫。我在想自己。你就这样一直给我存，我补个血再打吧。3D 血比较安全。就差那么一下。这样我要多弄一点吗？900，哇，这还是要弄到1200哦。还是我收牌的时候再来弄了。我想一下，哇，反正这个游戏应该没有写你玩多久啊。那我可能收牌看可不可以弄一点钱哦。还是开台的时候弄吗？好，我再想想看。那今天就这样先收台啊。